你係幾點入邊台？五點。咁高啊！哇！真係好吞哦！不要急，不要否，不要否。哎。他喜欢佛球的。
想一想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想一想。对了，这样子节奏对了。哎，漂亮哦！球，老板，再拿一球，再拿一球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切一两下无所谓。好、push。好，切了。找老板，找老板。再拿一份，再拿一份。哦。对，你只要慢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喜欢跑到后面去打，然后他的球过来又不是很有力，你没必要跟他每一球拼的，对不对？你绝对来得及打他。那一球啊，他切过来那个球飘飘飘飘的，所以呢你也是接不到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的时候，你就先切，第三球你就才有时间去做准备。你不要说你开了啊，他刚过来。你就想着要要攻他，你看情况啊，你可以帮一力切，然后你的那个推上去的球啊，推上去的时候，两个角度啊，跑他跑不动啊，跑两个角度就老是打他中间嘛，经常都打他啊，有没有歪掉？有路有路子。慢一点，老公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
板板球啊，板球板中。点播，中间，